看看新闻网。四也不错，八也不错，只要是二的倍数就好。那你模仿几个人，我们就。
举办了这个儿童竞赛，就是明天我主持，太厉害了，怎么每个小孩子都这么神啊？当然这样子就会大家会觉得比较好玩，就是你的想象还可以。